天哪，这是别人洗衣服吧？幸亏没有租这个车库，随时就可能会被淋湿。我刚刚往这边走，下面就像瀑布一样的水往上流，洗衣机可能在排水。哇塞，这个臭美景，就在隔壁啊！今天不修车，今天不改车，因为我那个感冒，我应该不叫感冒吧，应该属于热伤风，还没好。今天呢还是休息。然后还有朋友问，就是我没有改过车，我改的那些车的零配件啊、螺丝啊什么该怎么放？简单说一下哈，我一般都会，我这样不懂嘛，我就会归类，比如说在哪拆的呀，那个螺丝它都会放一起。你比如说这个地脚螺丝就是固定那个座椅什么的，我就放一起啊，这螺丝再放一起是吧。还有那边这边的座椅螺丝啊，还有这边的螺丝都是放了一堆的啊，到时候组装的话也非常方便。螺丝和这个板子都放一起在的啊，就是汤比较开，但是这样不容易那个吧，不容易容易找到后期。然后这样也是的，挡板啥的螺丝件都放在这里。今天有个新的任务，就是今天当货拉拉。我们家老大啊，充分利用我们这个货拉拉那个功能啊，今天要出摊，不是出摊，要出货。哎，来，小子过来呀，把这个座椅推过去啊，挪个位置啊。车库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了，别把这些零件给我装散了，到时候我还要这么多点，我还要好装的。我们要把这个座椅啊搬到车上面去，因为车上如果没有后排座椅的话是属于违规行驶啊，到时候警察抓的蛮麻烦。虽然警察抓的也很少，但是还是要遵守法律法规嘛。我们现在要把座椅装上去才能上路，然后先把这个小的搬上去吧。搬不就搬一个不就行了？留五个，这有七个凳子，七个位置都得搬上去。那以后怎么搬呢？以后装好了就还原啊。现在是改车，所以才把它拿下来啊。但现在我们要用车要出去，就必须得又重新把它搬上去装的呀，知道不？你以为那么轻松？你这力量，你还锻炼断腿啊？大哥，我拉的不是一个位置。哎呀妈！出来呀！哎，你还没说我们搬上去准备去干嘛呀？我们是拖啥货呀？你说一下。拖健身器材。为什么要拖健身器材？给人家减肥。给我减肥？你们俩一起减肥。主要是他减肥。你们俩都要减肥。我这赶车就已经很瘦了。后面。你看了网友的评论没有？啊？没有。论养儿子的重要性。啊，对，是啊。好，正好。然后倒着放就行了。这个不用装，那倒着放，倒着。对，小弟。靠着。哎，别漆刮了，抬起来。算了，把垫子拿开，垫在那个铁下面。你就把它背过来，你这还不刮漆？倒过来，把垫子放下面。好，那你总和那个健身器材怎么搞的？到时候再搞，再铺噻。要不你现在铺好啊？你看看，你们先把这个搞了。哎呀，好刺眼啊！这个前面的遮阳板。都还在这里，没装上去，这里都没装上去。你刚刚试着一摸就摸到这个铁夹子了。你看谁？你看后面。有意思啊，开这么破的一个车出来。这不是车那个空壳。啊，对啊。您还没连接网络，去连接后再试试吧。看看，我们包完了，哎，我们就开始出来路测。觉得这个隔音效果跟之前我们骑车的时候有区别吗？感觉隔热还是隔音？隔音啊，隔热啊，都可以感受一下嘛。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开那种，就是那个，很就是什么呀？
很硬的路了。很硬的路，就是我们那边开的比较快一点，因为不像现在的车是这个方向。响声还是有响声的，车上咯吱的那个声音。车上有很多东西放在那里，就说你还没有装好的，刚刚只是粗略的装一下这坐板。那个门，哦，刚刚是那个门。门的声音。哎。那个门那天大保养的时候没有给你搞一下？没有，保养只是保养它的。这个，那其他的那个要，啊，他们我也没说。这个车唯一的好处就是视野很高。我发现开这个车，很多人他就不会主动的挨我很近，都离我很远。我发现啊，我要有这样一个习惯。只要我打转向灯，我感觉都会主动的礼让我啊。头一次开这种车，有感觉到有人礼让的感觉。像原来开小轿车，那都是你打转向灯，别人还要加一脚油门，哈哈，不让你转过去的那种。现在打转向灯，好像感觉别人都会让一让，对吧？也有它的好处啊。别人今天肯定会很惊讶。啊？货拉拉是我老公，搬运是我儿子。省钱了，你像他这个二手买家太省钱了啊，难怪砍价。他最先开始开价多少？1680。1680，被你砍到了1400是吧？你说自提是吧？他这个东西只能自提。啊？这东西只能自提。是啊。我上次咨询了搬运公司的，从他们家到我们家，嗯，起码要400。400。因为我们家没有电梯嘛。啊、哦。那好了，今天赚400块钱。是吧，小子？嗯，我们赚了400。那相当于1400的那个，我们1000块钱买到手了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没有啊，我出还是出1400啊，只是我再多省了一点而已。那1400别人不包那个运输跟搬运呢？啊，那你还是掏那个钱啊？那还不相当于是省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车停了，工具拿着。哎，我发现开货拉拉，然后再可以什么那个安装的话，既然安装的工程估计也很赚钱的。安装啊，安装工，又搬运又安装，然后我们带了一个苦力搬运。我们跑货拉拉一套，很齐全。啊，你是接待，我是司机加安装，然后有个苦力。好了，等会儿到别人家了，我还看一下车辆怎么样，车辆好不好就来了，车辆不好可能今天就白跑一趟，是吧？这个视频不好，他说没什么用是吧？他是2019年买的，嗯，然后后来老公就怀孕了，就没什么用了。好了，去了才知道，是吧？哎，费了九牛十虎的力量，终于把它搞上去了。这是幸亏有这个车，这没个车真的装不上啊。所以别呼啦啦收费是吧？啊，这个头稍微顶了一下，进来非常困难，叫刚才那个小哥一起帮忙，三个男人一起把它弄上去的。那个圆巴巴的。其实重不是特别重啊，这一共75公斤吧。79，80公斤，它主要是在前面重。哎，不行，可以，行。我刚才放上面了，不管了，关门，不管了。哎，这车的好处终于体会到了哈，看，是吧？这就可以打造一个车，叫什么车类健身房啊，开放免费对外开放。哎，走了，小子上来坐着，把他扶着。这回去还是个大工程呢。这拉不拉得住啊？你倒别把玻璃撞了，我尽量开慢一点。应该没事儿，挺稳的。好，走了，出发，上车。哎呀，我累死了呀。小子，拿稳呢。啊。你就是安全带啊。嗯。我开慢一点。才买几天，一个星期都没有，就派上了大用场，对吧？你减肥成功了，有我的功劳啊。好。啊。要么这钱给我也可以。啊。把钱给。400块钱，给我200，我还当了搬运。我等会还当那个安装工啊，
400块钱，我只收你200块钱，可以不？好，晚上等会吃饭。啊，请我吃饭也行。我们已经开始拆了啊。搬运组装工上线。喂。组装工上线啊。老哥，把这个放在盖子里面。放在油盖子里面。这个是哪里的？啊？这个是哪里的螺丝？这哪里的？这放这里。啊？这里的吗？这上天上这个螺丝，这里的。天上左的螺丝。天上个螺丝是吧？嗯。这下来吧。啊。这下来了吗？没动啊。是的，要去搬一下吗？叫小罗。去那边帮忙吧，哎，快！好的，谢谢。嗯。别动，不用，不用，下面的没事。这挨着了，这边挪一点。好，等下不动。小心点，盒子踩碎了啊！哪有盒子？好了。这还有盒子没拆。哪里？这个背影呢？等一下。别动，不用。没事，你铺好那边啊，好啊。慢点。出问题。好，赶快。哎，我这个老腰，哎呀，我这老腰。好，在那个，再把那个放下来。放下来，这句话，手，螺丝，好，放下来。你觉得你两个那个分轮抬不上去 ？OK， 这到时候两个人抬飞轮的行了。那我们这已经拆散架了。哎、慢点，啃，转你转一下，嗯。好，这个结尾了。苦力啊！好，快去快回啊！还没吃东西。我挑下吃什么啊？200块钱吃了烧烤，啊，然后施工师傅在没有扫螺丝的情况下搞定了。哟，我刚说完什么螺丝掉了？没有，那边是盖子。盖子掉了。这个盖子没上去。嗯。我说我刚刚说完就打脸了，还好。不是螺丝掉了，盖子掉了，盖子掉了，二手的哈。怎么样，小伙子？嗯。这减肥就指望他了是吧？好。啊。我喜欢动感单车。对，大家评定一下，我觉得椭圆机是不伤膝盖的，那个动感单车是伤膝盖的。他们都说，这个也伤膝盖。出问题啊。划船机，摆设。多跟我一起改造一下车，自然就减肥了。啊，家里又多了一个国货啊！我们客厅已经塞满了，你看是不是？还好。什么还好了？这还好。我买东西的时候呢，你都觉得啊，这里装不下，那装不下。你买了就挺好的。因为我在收拾啊，你买这两个你都不收拾。我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要买这个。他不愿意，他说家里没那么大啊，不允许。然后说儿子要减肥，马上就买了。这个钱不是我掏的啊，这个钱也不是我掏的啊，你们别说我败家哈，是他败家啊。我发现你现在花钱的欲望比我还要强烈。我又没花在我自己身上，是啊，花在他身上了啊，小子。公共设施都可以。哎，不过今天也亏了他一个人跑了好几趟。把这个小零件全部搬上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组装起来，折腾了很晚了，现在已经快那11点多钟了。清场啊，准备清场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的车买的好吧？充分发挥了作用吧？是呀，那个还是要有苦力，要有力量。今天是别人帮忙三个上车，没有。我说我的车买的好，你要不买那个车拖不回来，承不承认？我花钱的不一样。我花钱别人整体上楼，我怎么就不用搞到11点10分？还安装是吧？是啊。好不满意，我收200块钱，还嫌这不好那不好，真是没办法，这是什么？好人难做呀。哎，就这样了，上期拜拜。我还是改我的车去算了，拜拜。